Do you want to be an ISA volunteer?9月5号呢是第8个中华慈善日，那么我们爱沙学校呢就把整个的9月份定为爱沙公益慈善月，就像我们海报上说的那样，志同心，愿同行，就是用我们自己的行动来点亮整个的世界。在后续的活动当中，我们会策划很多的公益项目，我们真诚的希望大家能够积极的投入到我们公益项目中来，献出您的爱心，我们非常的期待您的到来。